儿媳，啥都不干，这不都怨你？怎么还赖开我了？你不光长得好看，还能干，就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什么也离不开你。再说了，这衣服我配给你叠吗？我不配，万一给你整坏了怎么办？行。什么都离不开你。呀，好。要不然说娶妻娶贤呢，对吧？嗯，快甜了。哪有你甜啊？晚上你做饭呗。你做吗？不是。我做的难吃，比你差远了。你手艺比饭店好。臭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再说了，做饭是不是管造火？什么人管造火啊？什么人管造火？一家之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拿筷子等着去吧。你那个，我新买了套国产女服装，你穿着做呗。我一家之主，我穿什么？你光在这玩游戏，不理我。没有，那你穿着跟我一起玩呗。哎呀，你看你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要啥有啥，裹个破布都好看。对了，我买的还是情侣版，走走走，咱俩一起玩。啊，不是，咱一起玩。我真不知道爱上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立。在一个游戏，我叫丈母娘吧。那个也在这坐着，那你说亏多少钱来？亏钱了。我说也就开了个小店，没亏多少。不是我说，星硕你这做生意那么多，有亏有那个，是吧妈？你叫我什么？哎，男人投资多正常的事，不就大爷一次吗？就别在这给我咄咄逼人了啊！不是他这个投资吧？你买化妆品不是投资吗？别人投资亏了钱还能挣回来，你这投资有效果吗？那个屁！哎，这是你说别人，像他说话呢，到底谁妈？他也喊我妈。这太您做的没什么滋味。一边美食找事儿哈。哎，咱吃火锅吧，要不？你冬兵上脸啊？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觉得呢？妈。啊，我突然也想吃火锅。走，妈，走，姑爷，走。Later。想吃跟妈妈说，妈妈请你。谢谢妈。哦。我看我刚出来收拾。这我不就叫你是妈吗？我妈，那是我妈。不是妈，你看他打我，你看他。我喝完酒，让你朋友来接。我今晚怎么回家收拾你？别生气。哎，你们开车回家慢点。哎，放心吧，哥，十年驾龄了。哥，飞车驾龄呗。你干嘛？高跟鞋不能开车，你怎么学科一、啊？哎呦，这损手。过来。哎呀，我操这！哎呀，啊啊，哎呀。不是这个的嗯嗯。咱们要不快点回家。啊真的。哎插我这儿插我这儿插你那儿。你把钥匙给我。这钥匙插哪儿？插发动机里。啊啊什么啊踩着刹车。不是你离方向盘这么近，你怕他饿着？这么咽坏气儿呢？他喝一护宝，你给他喂点呗。你能把座椅靠背往后后？你下次别让我来接你哈。不是你，哎，我还是打车回家吧。我给你新买的睡衣，你试试。妈妈，不是妈，你这就要走？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俩不是我讲的。见面礼，一万零一，万里挑一。这我不能要啊！拿着，来来来来，咱俩唠。给你男人倒杯水去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平时都是我伺候他。哎呀，男人该伺候伺候，该享受享受。不是想多出点力吗？这种地方不用你出力。我就问，什么时候让我抱卫孙？妈，阿姨，主要是我现在房子还没有着。婚房呀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拿着。哦，那你是不是？哎呀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我给我儿一套房子怎么了？拿着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我都行。这儿好生两个，凑成个好字。辛苦你多出点力，到时候按人头奖励。妈，哎呦，那什么这个？来，你吃点点心吧。谢阿姨，我回去了啊，你把菜给我。是，妈，你坐下呗，我和我爸说说。是啊，这都有地方呢。什么也没带。哎，没事儿。就洗水去吧，来，给你。哎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，哎呀，这小破布哪是头啊？这。哎
方姑娘有多能喝？这点酒怎么了？就你的量，你又要添水喝？不是我什么量？哎，你什么量？难不成我在家跟你喝？那行，哎，我知道，他两瓶的量。你扯吧，你跟我一样两瓶的量。我先把你喝倒，我再出去喝第二场。行，不是你让他快点，我兄弟在外面等我呢。哦哦，哎，这不来了。哎这嗓子了，不是你说的是两瓶白的，你两瓶啤的呀？哎，你出去以后别说你是山东的，这又不是我大年初二的量。哎，有的兄弟为啥喝酒老让他跟着？哎、拿得下酒呢？那成，那两杯半。瞅你那样就差不多。哎，你别管我。哎呀，我再找个白的透透呗。嗯。哇、啊！王美丽，你说你俩要结婚了，我咋办啊？你算我婚前财产吧。不行，你俩结了，咱俩也得结。啊？咱俩这关系，结不了婚，结个拜，不过分吧？啊、哦，结拜我王艳妮，哎呀啊，我王美丽，从今以后一结金梅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醒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醉。不是，咱仨关系现在不算套吧？那我管你叫小贵啊，大姐。各论各的嘛，我管你叫嫂子，管我哥叫妹夫。快把你哥衣服都藏起来啊！我怕在楼下了。为啥？不能让他知道我跟你哥一块住。哎，你就说家里就咱俩哈、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好好好，两个小姑娘在外面住了也不容易啊。对，就你们俩啊。啊，放心吧。没关系。哎，家里收拾的还挺干净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平时挺住的。你这。我的，你抽烟？不，我聊一下，那不是止痒是吧？你还抹点药呢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啊，妈，你收拾情况，你收拾你，你最好是。你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挺玩的。那这个呢？哎，这个人。我的，你这个不上出息，你！我跟你说个多少回，你都不行。我发微信不让我回来，我都憋死了。你说你真的是？站住！你过来干嘛？啊！哦，叔叔，我看见下面倒堵了，我过去给他冲一桶，真的好。好，你给我捅捅，我看看。来来来，过来。叔叔，你在这儿，我没法捅。